呢度咁靚嘅花係香港嘅楊紫荊花，呢一個係香港嘅市花，都係我哋香港嘅旗艦店㗎。你可以見到呢一朵花係種喺香港大埔工業村。咁點解喺呢一度介紹呢一朵花呢？喺大埔工業村呢一度一間咁平凡嘅大廈裏面，好多不平凡嘅嘢喺度發生緊。 呢度係全世界最大嘅測序中心，喺香港大埔。DNA 測序可以幫我哋更加明白生命嘅來源，咁可能我哋可以用呢一個科技去更加了解我哋香港嘅市花楊紫荊花。我係香港中文大學嘅徐國榮教授，亦都係基因組學同埋生物信息學嘅課程主任。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大數據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題目，呢個題目亦都對環境嘅保護有非常重要嘅貢獻，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嘅紫荊花基因組計劃係非常之有趣而又吸引嘅。Hi， 我係中文大學嘅關海山教授，我研究咗香港市花楊紫荊嘅嗰個來源咧，已經有一段時間㗎啦。我哋咧已經有一啲分子生物學嘅證據咧。 證明佢係一個雜交出嚟嘅品種，但係咧，我哋實在咧係需要做一個比較全面嘅分析，就係咧睇佢嘅基因組嘅序列，然後咧先至能夠好確實咧知道呢一個楊紫荊咧係由工粉楊皮甲同埋紅花楊皮甲雜交出嚟嘅品種。香港華大將會免費咁樣喺呢一度做測序嘅過程，但係我哋試劑嘅成本需要你哋嘅支持。 呢一個計劃產生嘅數據將會用嚟作為紫荊花嘅保育，亦都可以用喺訓練我哋呢間大學嘅基因組及生物信息學嘅碩士課程嘅學生嘅。去我哋嘅網頁支持楊紫荊基因組。